总统先生对中国怀有友好情谊，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，坚定支持中方核心关切，我对此高度赞赏。近年来，两国关系不断深化，政治互信更加坚定，务实合作更加广泛，国际协调更加密切。中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同几内亚比绍关系，我建议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，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。